哎呀，没有这么晚直播过，救命！感觉不会有人来的样子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来的有点晚了哈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好意思，来的有点晚，从来没这么晚打开直播过。刚排练完队，感觉没有人，实际全是人，真的吗？谢谢阿瓦隆的荧光海。是的，刚排练完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嗯，不辛苦。晚上好还是早上好？这个点还没到早上好吧？还是晚上好？这个发量绝了！姐姐说，我说我今天想做玉米汤。谢谢背包的三个奶茶。姐姐说。我发量多的人一般都会避开玉米汤，因为玉米汤特别显发亮。我说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玉米汤泡面头。晚上好呀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大家晚上好。是灯泡吗？不是灯泡了，是气泡，就是像泡泡一样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是不是很好看？不是灯泡，是泡泡。感冒在家躺2天，好好休息哟。刚打算出去骑车，没想到我开播了。这个点出去骑车呀？发量富人，头上会亮不会亮？就只是像泡泡一样而已。谢谢阿岩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阿岩，谢谢阿岩的高级马卡龙。今天远远的看被漂亮晕了是吗？谢谢。你这声音听着好累，注意休息，谢谢妙宝老师。好的，我会注意休息的。今天的一电炮是因为太紧张，第一次给人打 call。怎么突然？啪啪啪！嗯嗯，啪啪啪，嗯嗯，啪啪。做 KPI 赶紧休息，看着有点累啊！我看着很累吗？我看起来就很累吗？到这种程度吗？谢谢鱼鳞洗的荧光棒，谢谢小美人鱼的荧光海。第一次线下，一句话不敢说，你们不敢说哟。已经买好票了，广州可以见面，好耶！广州见。哎呀，有人给我打分了，谢谢小美人鱼的荧光海，谢谢 xxx holic 点 d 的一分，谢谢小美人的荧光海。今天随便聊聊就睡觉吧，真的吗？我声音听起来很像很累的样子吗？明天还要排练吗？要。我说我这一接下来几天都是根本是歇不了一点的一个状态。广州特种兵之旅，都这么晚了，那么累吗？尊重一下，我现在在就是在保持这个微笑，好吗？我要是想让你们感觉我累，我就是这样了，我就不笑了。暑假2天而已，能不累吗？可怜的是我的暑假甚至没有能好好玩2天，没有能好好歇2天，我是边歇边那个排练。谢谢阿瓦隆的蹦迪，谢谢。很惨，想想还不惨啦，忙点好，真的忙点好啊，忙点好，看起来特有劲儿，对吧？特有精神，嗯。要不直播睡觉，直播睡觉，你们别太爱我了。我说，你甚至2天里还6个小时在赶路，还好了，没有6个小时吧，可能差不多。谢谢小可的0.1分，谢谢小可。注意看这个小女孩，暑假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是这样的。不过还好了，能跟家里人待2天也已经很开心了。谢谢喵宝老师的1分。直播睡觉刚闭眼，房间被关了。嗯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到哪了？啊、哦，我说我接下来几天都是歇不了一点儿，就是都是排练、彩排，嗯，助演这样。但是我很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很是好事，觉得很就是感谢前辈们这么看得起我。忙点好，23号上吗？上的。大爷眼睛感觉都要闭起来，哪有啊？我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啊，谢谢土豆丝的荧光棒，晚上好呀。
还是早点睡觉觉好的，跟大家聊一个小时就去睡哈。网点好。握手在吗？什么握手呀？还握手了吗？什么时候还握手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告诉我呀？还是我没看到？27号想握手。啊，真的？在广州吗？就是去广州握手吗？你可以看看口袋行程表，我还真没看呢。头上好多小灯泡，是泡泡了，不是灯泡。上海的，在上海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一会儿去看一下哈。我不知道呀，根本是没有时间看，好吗？咱们根本是顾不上那么多东西。众所周知，肖像消息比剧情慢是，特别是杨紫，你看。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了，告诉你们哈。练我也好呀，下次见面估计得3年后，到时候你可能都不记得我。没关系啊，有机会见面就是好事。上海如果有握手，承受握手券，你头上有灯泡，这不是灯泡啦，这是泡泡啊，不像泡泡吗？还是它不够多？都说是泡泡了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发言，永远是。该说说是就是说，3年之期已到，恭迎龙王。提到电话，今天又被黄牛骗了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梗？就是那种土味小说呀，网络的土味小说，什么什么什么之期已到，什么什么什么少爷回府这种。我想看你捏一下头上的灯泡。第一，它是泡泡；第二，它就是这种硬的材质的，不会有什么变形的。嗯哼。乍一看还以为拿502站上去，今天好甜，真的吗？谢谢鱼鳞一七零光棒。25号继续看你好呀，请来。25号幻境是吧？好呀，25号幻境竟然安排在了周二，好神奇啊！竟然在周二安排了，你的米老鼠脱皮了，哎呀，它就是这个这样子的，它不是脱皮了，它就是这种设计的。谢谢阿麒麟光棒，时间不够，对啊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帮我拿曲奇的剧集，一定要让我和你说。晚上好呀。这时间太不友好了，对呀，我也觉得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咱们就是从剧场回来就直接去练习室，根本是顾不上。我今天听剧场 staff 说，外面有好多没买到票的家长，真的吗？说命差吗？说我们命差吗？米老鼠战死了吗？他就是这样设计的啦，不是搓吊瓶吗？门口都是接小孩的家长啊，真的。阿言怎么会知道呀？曲奇是什么味道的？让线上的想象一下吧，请大家说。他是帮我代拿了不是白票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没关系啦。是这样的，好多来接小朋友家长，好吃是吗？好吃就好。到底是谁在接到票？啊，好的，太难抢了，命差吗？真的吗？
谢谢叉叉叉 holic 点 d 的三分，谢谢谢谢。他不是有手就行吗？是因为暑假吗？你们的意思是是吧？谢谢电池的荧光棒。我刚说到哪了？说到曲奇对吧？因为我就是在房间里说了之后，我要确保我的饼干、我的曲奇要先分给我的粉丝们，因为。上一次分粽子的时候，因为也没有这样经验嘛，没有就是说分给大家，除了在握手，就是你来握手，然后我给你一袋小礼品走，就是没有别的送你们礼物的经验了。所以上次送粽子的时候，就是一推门出去，也不管是不是咱们家的人，然后就每一个人都送。但是后来意识到，可能有就是本来应该拿到粽子的我们家的人没能拿到，我就想了一下，就是按理说我应该要先分给我们家的人才对，这样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先紧着咱们家的人先分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如果有想要的就再分给大家，这样子。他们说粽子超挑其实的，谢谢，不好意思来晚了，谢谢啾啾老师的午饭，谢谢啾啾老师，谢谢啾啾的午饭。恭喜宝宝进中报到16，谢谢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，不亏大家。大鱼前辈有个 CKG 的预备声响，会不会想连你？我都已经是前辈啦，可以啊，谢谢小玫瑰的荧光棒，下回给咱们自家人打个好认的标签。曲奇都拿了不会不投吧？对啊，曲奇都拿了不会不投吧？曲奇比上次淡了点是吗？凭暗号领取，天王盖地虎。大鱼什么时候能升格啊？还真不知道呢。有道理，哎，有道理，你们说对。那就是我说，咱们家应援群号是多少？能答上来的人，称赞我的东西。粽子不错是吧？但是粽什么爱好炒你大块钱一把？什么时候有微博不知道啊？粽子还在你冰箱里，舅舅老师请吃，再不吃真的是，咱们这个端午节已经完全过去了。所以其实我今天还是分了，基本上分了很多给咱们自己家的人吧。一开始的大家不是都告诉我 ID 了吗？就是很多都是我眼熟的呀。然后咱们自家的给完之后，就是想拿的我就会分给大家。请说出你今天印象最深的歌，还蛮多的，今天扣蛮多的。第三次了没拿到，阿言，下次握手能来是吧？能吗？反正阿言什么时候能来，一定能拿到的。哎呀，CKG 的张玉叶邀请我连麦，我连一下哈。是社牛吗？我有点害怕呢，我有点，我连了哈。嗨，你好，你大好前呀，辈。你好呀，我是前辈了，我都已经是。对，你是前辈。晚你上好呀，好。哎，先恭喜前辈的，就是那个作品进了中报的 Top 16。谢谢，哎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，太棒了！我应该叫你什么呢？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？你叫我后辈。那不行，多生你疏呀。叫我米米就可以了，叫你敏敏，好的，好的，敏敏，谢谢敏敏，谢谢你，不要谢，不要谢，好美，好美，前谢辈今谢天你也好好敏，漂亮，敏敏好敏，
好温柔，好害羞。你来主动找我连麦，你竟然会害羞？你是艺人吧？我害羞是吗？我是 I 人啊，你是 I 人？我真的我是 I 人。那你竟然能主动跟我连麦，像我这么 I 的，我都从来不主动跟人连麦的，我也害怕。前辈，你的那个是什么？你的 MBTI 是什么？ISFJ，嗯，天哪，我是 INFP， 我们俩就是天使一对，我们俩天使一对，毫无关联。我们俩除了那个 I 就是，其他对，我们俩除了都是 I 人，我们俩其他都很搭。嗯，很搭，从哪里看出来很搭？就是很搭。嗯，很搭，我也觉得很搭。当时我在电卧，好搞笑。电卧，我像个小粉丝电卧是吗？就是。他们说要掐表了，笑死我。啊，掐表了，那尬住了，浪费了这个时间。那你来连我是因为是从什么认识了我吗？还是就是怎么会想要来连我呢？因为他们说就是说前辈很温柔，然后说你的那个暗影的舞台很棒，然后他们说想让我来认识一下你。果然粉丝怂恿对吧？他们就爱干这种事情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就是我也很想认识一下。嗯、就是漂亮的前辈们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我竟然都已经是前辈了、嗯、谢谢，咱们也就是一个小后辈的一个概念，竟然也已经是前辈。就是进团比我们进的早嘛，都是前辈。你们出道多久？我们才出道了一个月多一点、嗯、那我就只比你多一个月的样子。那也是前辈，多一个、嗯、多一天也都是前辈。好的，这个前辈挺受用的，挺好。嗯，好温柔、啊，亲。你好温柔啊！天哪，我好温柔吗？从哪里看出来好温柔？太温柔了，你就是说话就是很温柔、啊，慢慢的是吗？嗯、啊，有点什么？电炮是什么？他们也在你的直播间刷电炮，别离谱了。我说别丢人丢到人家那儿去，我天啊，别丢人了，显眼包们。我说显眼包们，别丢人了。真的温柔，真的温柔，他们也夸你很温柔。他们想让我唱那个一电炮，别离谱了，咱们老铁呢，咱们刚认识，让我给人家才喊我这个前辈，我在这受用着呢，让我给人家唱电炮，别离谱。电炮是什么的？好吧，既然就是盛情难却。谢谢谢谢谢谢荧光棒，谢谢。好吧，既然你不知道，咱们就是给你安利一首歌吧。你们别这样，我害怕。好好，前辈，请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好吧？行，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咱们就是唱一个电炮吧。来搜一下哈。给他一电炮，主歌我不会唱，我只会唱副歌。这个歌词非常好，就是那种劝大家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的那个，这么一个正能量的一首歌，就是安利给大家。好的。嗯，马上来了。谁在胡说八道，就给他一点炮。东家长西家短，总怕是非常
相逢一棵草，风吹两边倒，别等到大难临头，自身难保。好，收住，就这么多，嗯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好好好，真的有被安利到，有被安利到，是不是？回去就是一个单曲循环做闹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概念。嗯，我的最爱，他们说是我的最爱，你的最爱，我喜欢那个爱如火。交流一下，文化冲击一下，咱们就是交流一下，文化交流一下，我也来一个是吗？嗯嗯，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丢脸，请。我要唱那个 emo 版的，什么？还有 emo 版的。姐就是女王，不行不行，我喜欢爱如火。我要那个 emo 版的。那我直接唱，我直接清唱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就是更有诚意一点。特别好，特别好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请。等一下。同行竞争。等一下，来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他们说入党了，等一下还没有完。等一下还没有完。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去一把烈火在人间。等一下忘词儿了。红尘里爱恨一瞬间，爱如火。炸出一个会唱的，我记不起来词儿了。那我们燃烧的什么？爱如火在燃烧碰撞，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耶、yeah! 好、啊好，献丑了，献丑了。那个转音非常好，非常丝滑，就是一个唱到了我的心坎里。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嗯，这个文化交流了，属于我们这个武艺切磋，特别好，就是高手在人间。咱们这个江湖共同进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就是未来。再切磋，好，可以，可以碰上高人了。咱们就是说碰上高人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再切磋了。特别好，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有一些就是质的飞跃，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进步，好吧？就是不要让前辈失望，好前辈这样好吧？谢谢，嗯，谢谢。希望下次看到你的进步。谢谢嗯，谢谢，谢谢前辈的鼓励，谢谢。笑鼠了，好啦，很难想象的是两个 I 人，非要逼我们这种 I 人整这种活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太晚了，前辈，早点休息。好呀，咱们有机会就是有机会见面，咱们总选能见面吧？哎，我们总选见可以，那我们互关一下、好吗？口袋互关一下。嗯，好呀。我等一下关注你哦。好呀好呀。咦，谢谢，拜拜。嗯，也谢谢你，拜拜。晚安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拜拜。嗯、那 你下班，那你挂吧。啊，我挂吗？嗯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就是说咱们能不能不要丢人丢到别人那去，老铁们老铁们，这是整哪一出啊，老铁们。别整个死出，人家才在那说是个什么大鱼前辈，就是很温柔，就是一个什么，你们在这里给我电炮，给我那个什么大胯的，有你们真是我的福气，真是我的福气。你在安利我啊？杨馨予说：“哎、啊，
那看看我的粉丝们是怎么安利我的吧。点开来电炮六。宝钏隐喻投稿，别离谱，大胯走起，这个要怎么这么多人要大胯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多人要大胯？这么爱吗？你们超爱，这种属于特别节目，不轻易展示的，好吧？不轻易展示的。哎呀，不要！我不要上沙雕抱他，还得是各位老婆。整点正经的，整点正经的好呀！感觉很久没有正经的了，我就是想，感觉好像最近的直播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唱歌了。大胯是啥？有人不知道大胯是啥？给他们安利一下，叫“朝你大胯捏一把”，一种山歌震撼，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山歌震撼。天天看你们讲小品，对啊。大鱼什么时候能有微博？不是说升格会有微博吗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升格呢，也不知道升格完真的会不会真的给我们，不知道会不会真的给我们微博。大家有听出来今天 MC 我说叶总的优点里面我说的就是那个很高级的，听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听来说一声，让我们说叶总优点。我说的是，很高级吧？我再点你。高情商是吧？还得是我。我说他的优点是。嗯，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记得，哦，说话是留，总是留有余地的，对，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的，就说他不给所有人的这个退路都给你砍断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可以解释的。谢谢雨林一起的荧光棒，高情商，骂人高级吧。不过我一开始可是说他帅了，我已经夸你帅了，叶总可不能骂我了。我已经夸你帅了，晚上好呀。地景上的大笔画的很好，是吗？哦，哎呀，说到这个，我都还没 check 今天的回放呢。我今天真的是一整个顾不上。擅长打太极，画大饼，翻译一下。擅长打太极，画大饼，我可没这么说哟，我可没这么说哟，我是夸他的哟。大鱼之前唱的闽南语的歌叫啥来着？你说的是哪几首呢？我唱过《鱼仔》，唱过《你啊你啊》，还唱过《身骑白马》。有点没脸看今天的 MC。开班吧，杨鑫，我不是你。打太极、道宗师、鱼仔，应该是你啊，你啊，就是。人工云彩外，起舞的娘娘，奈瓦头头被藏。记得人月彩里，爱到底有归来。还没来得及看今年的录播，完全不知道杨馨予在说啥。嗯，谢谢明晨的荧光海，谢谢明晨，好听吗？不敢大声唱。嗯，跳在左边都要侧过头去看你哦，在坐区还是站区啊？在左边是吧？对，因为命差我还是蛮多在左边的，不像幻境的话，
幻境的话，其实我反正比如说前四首哈，它是很那个，它是有一首全在左，然后一首全在右，一首全在左，一首全在右这样的。所以就是说你在左右都可以，但是命差的话，它还是很鲜明的，一直是在靠右战区一点这样，一些麻烦的巧克力。今天本来想现场唱改编版《歌有大鱼》，还是没拿下来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哇，咦，哇，今天很酷，我笑死了。听不懂。打算开一个网易云账号发 cover 歌吗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未来吧，要未来有机会。我扣的时候，阿瓦隆这战绩叫什么？笑死！左右来回换是代课老师噩梦。对呀，确实，那没办法呀。真的真快乐，反应真快，我笑死！阿瓦隆老师，怎么没人安装阿瓦隆？一人都在战区，爱人都在后边坐着不敢说话。没有啦，战区也是有爱人的。我今天在一杆右边，就在你面前，就是右站的一杆，是吗？阿瓦隆老师刚才在那个小后辈直播间啊，我的第一个 cos 还是从小说里面看到的，是吗？我贴那个戴绿色领巾，你的真笑死！对啊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看见，就线下的人可能才看见那个绿色的领巾你，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，一整个大大崩溃。我说这个也太好笑了，我说别离谱了，这也太好笑了。八月即将滚去上海给杨欣怡当站姐，请来。坐区坐不了一点，总想四川。看见真被吓死，我真笑死。举报安阳老师刚刚连麦在小后辈直播间，肯定是你们都先去他直播间，他才知道什么电炮的。要不你们在我直播间刷电炮就算了，人家为什么能知道什么电炮呀？杨思雨想看的话，先分让于心带粉色比基尼，脸基尼是吗？粉色比基尼。那让我们期待于心老师的 JK，毕竟啊，已经9999，这个算数吗？我说真的，算数吗？这太炸裂，太炸裂！于心限定版，行吗？这电炮是什么？就是刚刚我们唱那首歌啊，就是那个土味的，谁在胡说八道就给他一电炮，东边长西边短，总把是非招。我先替他曝光一下，这有什么好曝光的哟？雨欣这会应该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发现了，雨欣老师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。救命！你们玩的好大，这是那个时候直播间里面他们自己说的，可不是我说的，我可没有那么刻薄。今天我们吃海底捞狂欢卷啊，真的。今天破烂，喝9岁哈，可不要贪杯哦，不许一瓶接一瓶嘎嘎炫，真的，什么意思呀？海底捞没有我失去大学生优惠是你们的损失，确实，你们不会去吃海底捞没有大学生优惠吧？这个点去吃，不用大学生优惠，真是亏了。有是吗？嗯，有就好。阿瓦隆有大学生优惠，什么意思？六九折的快乐，对。上海有什么好吃的？上海，我也是一个需要人安利的这么一个对象。在 S two 吃海底捞不用只拉着小卢啊？是吗？之前是只有小卢吗？不对啊，小慧也是啊。哦，就是今年才吃的是吧？那我也就2年了，除非就是咱们考个研吧。
今天那个括号文学我喊的好没感情，没有了，挺好的。小笼包，公演完只能吃海底捞，确实这个点确实是。如何判定你和一个人的关系？愿意陪你吃没有大姐是因为会难听，确实你说的对，你说好对呀，你说好对呀。如果没有大学生优惠的话，就感觉这个海底捞它不香了，它就是不香了。什么家庭啊？敢吃没有大学生优惠的海底捞？什么家庭啊？什么家庭啊？博士海底捞永久优惠，真的？不知道。现在海底捞59一份小龙虾啊？真的吗？还有这好事呢，还有这好事呢，我太久没去吃海底捞了嘛，我还有这好事呢。那别人请的海底捞没优惠很香，那确实，你这话说的，那确实，别人请的不管有没有优惠都很香。考个博吧，博士什么优惠？他们说永久优惠，不知道真假。为啥海底捞有大学生优惠？羡慕死。所以鱼糕有没有读博士的蹭一下？确实，你们私下可以互相蹭着，挺好，真挺好。提大学生优惠，走。好，联系小心。啊，为什么你们都发这个表情？是什么意思？吃得起没有大学生优惠的海底捞的，通通来个杨思雨的999。打工暂停，先去考个研。这个直播间什么颜色的弹幕条都有，我也发现了，喵喵老师为什么变成这么这个颜色的弹幕条了？好亮，特别显眼，荧光绿。每个队都换了，随时切换。谢谢麻烦的荧光棒。哦，Team X 啊，是这样吗？谢谢舅舅的荧光海，谢谢舅舅。没标显眼，确实好多显眼吧，五颜六色的，主打一个五颜六色，五光十色。直播暂停，看去吃海底捞，这个点嘛，可以呀，饿了就吃呗。Team X，晚上好呀，在哪换这东西？教教他们，插门出去。都换上了是吧？我的妈呀，真的五颜六色了！我说，现在一个普通的弹幕都没有了，五颜六色了。所以这个颜色就是哪个队伍的，就是普通队伍的颜色哈。没开灯看手机，感觉像是个闪耀的灯球。7天有效期啊？还有流线期的？怎么抠门？队伍颜色右下角，用鸡翅换的，鸡翅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口袋里面除了鸡腿还有鸡翅是吗？整斤，800鸡翅，还有鸡翅。不止一个单位的货币呢，还有个以鸡翅为单位的货币哈，可以理解为累充建值啊。可乐鸡翅，鸡翅，充多少鸡腿给多少鸡翅啊？1:1吗？建值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粉色的啊，N 队是粉色的吗？这好好看呀！阿瓦隆老师画的这好好看呀！救命啊！我好喜欢粉色，好好看，好多颜色啊！周迅，紫色吗？是粉紫色吗？
蚊子啊，好好看呀，好喜欢啊。好看，马上就，哈哈，哎呀，这搞得好像我就是，好看，爱看，喜欢这个颜色。及时的换成分给你了，啊，真的，谢谢，我哭死，谢谢喵喵老师。天哪，什么人有以万为单位的及时欢乐？他们说，就是花鸡腿的话，会有那个鸡翅返给你的，就像累积经验值一样。SNH 叉在杨静直播间机器，真的好那个五颜六色五光十色，谢谢阿姨的一分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的一分，谢谢阿姨的一分，谢谢阿姨的一分，谢谢阿姨的三分。阿姨就是以身试法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瞧瞧我的鸡翅可以换分，谢谢雕龙的一分，谢谢雕龙，齐了是吧？真的齐了，好亮！不是之前怎么没见你们换这么亮的颜色？真的很显眼。在杨静直播间刷出了 Excel，谢谢明晨的一分，谢谢明晨。斯巴的斯是 Team X 的斯，为什么斯巴斯不能是 S 的斯呢？你可以是，只有 S 了。啊，今天刚出的，啊，今天刚出的吗？就是可以换这个弹幕的颜色吗？确实，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粉色好好看呀，喜欢粉色。H2 是橘色的，好看好看，喜欢喜欢。谢谢杨泽贝的奶茶，谢谢葱烧鱼老师的一分。1:10，1块钱10个吃，这也太划了！谁懂啊？晚上在，谢谢大爱的荧光海，谢谢大爱。谁懂啊？晚上在宿舍躲被窝看，怕别人以为我在床上蹦迪，别笑死我！突然落下弹幕。这个应该是最接近你应援色啊，是吗？可是我喜欢 N 的那个颜色。如果只说这个弹幕的颜色的话，我喜欢那个。小后背在你的房间给你留言了，好耶！我一会儿去回关一下人家。B 姐有点耀眼，有时候一个人看直播也顶不住，我笑死。分数太贵了，该睡了，你大，你睡我就睡，这样子啊，好呀，还有10几分钟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刚点开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一点，是20的样，再聊会儿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聊聊的。聊完了，这个点也确实该休息。你头上是灯泡吗？不是灯泡，哪是泡泡？谢谢麻烦的荧光棒，可以戳破吗？泡泡不可以哦，还是硬的。
一会儿就可以说早安了。戳不破的泡泡不是泡泡，用心一吐的泡泡。这个点说什么早安？怎么会呢？这个点说早安，那你们也太特种兵了。谁这个点起床呀？谢谢 TK 的荧光棒，谢谢大爷的蹦迪，谢谢大爱，大鱼吐泡泡，好形象啊！欢迎，每天基本都是这个作息吗？也不是，也不是啊，就是。怎么说？有公演的时候就会是这样，然后没公演的话可能会稍微正常一点。谢谢陌上烟雨的18个荧光棒，对我33个小时要起来赶高铁了，为什么这么特种兵？大鱼妆造是不是有点改变？有吗？其实还好，其实我一直是一样的呀。怎么感觉大家时不时会觉得我的妆进步了什么的？但是其实我感觉我没有什么改变呀。今天不用早起吗？不用起太早，但是就是只要不睡太晚的话就行。就是，下午1-2点起来就起来排练就行。谢谢鱼鳞以前的荧光棒，谢谢大桥底下卖卤煮的荧光棒，谢谢大桥底下卖卤煮的荧光棒。谢谢小可的0.1分，这个弹幕真的好花哨，对呀、啊。五彩斑斓，有点累了，好，晚安，美美雪冰。谢谢胡小小的玫瑰花巧克力。明天又能开盘了，你们也是挺能熬，这个点也竟然还没睡，谢谢，谢谢蟹黄堡的荧光棒，开盘了，从晚上9点睡到下午2点，多好呀，能睡多好呀，大鱼平常会逛展、出去玩之类的吗？说实话。大鱼挺宅的，我挺宅的，我是那种不太会出去玩的人，就是我可能会想出去玩，但是我会懒得付诸实践，除非就是说有人约我，或者是说比如说家里人说要出去玩，这样我就会说好的，我们出去玩一下。但平时的话，我就是不会主动去出去玩啊、探店这种，有点懒的。大鱼打游戏吗？大鱼不打游戏，是真的正儿八经一点的不打。那这自拍。ISFJ 是摘的，在家疯狂练舞，也不完全啦。有的时候练，有的时候就只是待着呀，就是可能，哟，刷好快！你看小说吗？不看。哎，就是我跟大家说过。聊过这事儿，那你干嘛呢？平时的呀，就是大家问说，就是你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吗？我就会说，我不玩游戏，我也不出去玩，我也不看小说，我也不追剧。我真是说起来好像真是什么都不爱，就是除了唱歌跳舞，我好像真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。但是你硬要说的话，还是能说上一些。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大众的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说对，就对类似这种。我的那个个人档案里面不是写了我的兴趣爱好吗？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绞尽了脑汁想，我说我到底有什么兴趣爱好啊？才想出来一些的，就是除了唱歌跳舞的话，还有就是看看，偶尔看看电影吧，而电影也不常看，也不能算是我兴趣爱好，但是也会看点。然后呢，会看看书，看看有的时候感兴趣那种心理学方面的书。然后呢，就是甜品烘焙，很喜欢看别人做，因为我是有点手残，很喜欢看别人做。然后爱吃，好吃爱吃啊！原来那个是写实啊，以为那个是瞎编的。我写的很认真的，开玩笑，我写的很认真的。
不看小说，不玩游戏，不追剧，您真厉害，我都不知道能干啥。但是我真是不爱呀、啊，就是真是看不下去一点儿。看小说就是提不起兴趣去点开一个新的小说来看，就是不爱，就是这怎么解释呢？没得解释，就是说咱们不爱，就是没有什么原因，你知道吧？喜欢西点，我也喜欢中式的甜点，我也很喜欢，我也可喜欢看人家做。然后就是很喜欢看一些烘焙的那种教学视频，就是好像看了我就学能学会一样，但我就是爱看，爱吃甜品，对。不如你看看你前辈们都写的什么特长，我那个不是特长，那个是我兴趣爱好。我的特长我写的是反射弧特长，前辈们写的五花八门的，特长可以写头发特长，有道理。我没有乱填，我是正儿八经认真填的。我特长写的是反射弧特长，因为大家不少人这么评价我，就是觉得我睡觉时间太长。兴趣爱好跳公园，普通弹幕弱小到好像看不见连续的皮肤。对啊，我也在想，阿姨你说的这个我也在想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个时间不仅我本来我想说这个时间点要是没什么人看的话，我就打开来跟大家就是，就是道个晚安我就走吧，也不用完成那个1个小时的。我说，但是感觉大家我是很热情的样子，谢谢阿姨的1分，谢谢阿姨的1分。大家就是弹幕刷的快的，我都就是看不过来，我都有点。为什么这个点大家都是夜猫子是吧？谁那么早睡觉？这个点还早啊！我的妈呀！因为这个点只剩我在播啊，这样子啊，真的？那我岂不是得？因为粉丝早已习惯这个点，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那大家也是很辛苦啊，都是夜猫子，年轻人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溜，在阴间作息已经习惯了。哪天八九直播才习惯？主要是其实我倒也想早点直播的，说实话，但是我们公演完回来就是很晚了呀，然后今天还有排练，对，公演回来太晚。你可以直播排练，不行啊，我要，就是。前辈希望可能，那不就剧透了吗？对吧？当然就是，你们上午不去排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月直播8次，我都怕你这个月完不成 KPI 吗？还有好几天呢，不是还有大半个月呢？没有大半个月，还有个1/3吧。话说，如那果都完八成，次了，得扣多少钱？不知道我也呀，不知道，按比例吧，想可能。问来着。还有10天，对啊，那我都已经直播7、8次了，不是11次吗？那我就还有3次就行。3、4次，对啊，那还有10天，肯定来得及吧？肯定是能完成而的。且你巡演完了，你肯定要直播呀，对吧？可能吧。后面会越来越忙，对啊，我已经预感到了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我已经预感到了，对呀、啊，真是有点儿。但是这才刚开始呢，别那个，别着，别怕，咱别怕，忙点好，忙点好。大概每周什么时候直播呢？就是每周的公演完回来的晚上，比如说周三晚上回来，大概11、12点播到可能1、2点这样子。然后换镜看，换镜一般都排在什么时候了？就是周四到周日不等，然后回来就是跟大家直播一下。是一个月12次直播 KPI，12次不是11次吗？对呀、啊，11次，还有6分钟完成 KPI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人真好。你舍友怎么还没睡？大家同为四八女，大家同为阴间作息人。你们今天上午不用去排练了吗？你是说跟前辈们自己排练是吗？要的呀，我刚刚说了呀。哦哦，上午不用，就是我，但是就是下午1、2点开始，然后排一整天这。
看静止一次，巡演止一次，握手止一次 ，maybe。如果就是没得直播的话，我就开开电台，就是找时间开开电台也行。咱就是说刚吃晚饭是吗？但下周礼拜二换景，对，所以进剧场对吧？明天啊，你说周四啊？明天是几号？20号不进啊。这个蛋跑机器我也发现了，好神奇啊！它这个点反而很活跃，好神奇，比我平时还活跃多了，活跃多了都不是活跃一点，活跃多了。原本下周去找你的，结果上课错过了几个案，还是上课重要一点。二一进吗？进的，都是夜猫子，对呀。可以欣赏弹幕气泡，已经在吃早饭了。这个点，大家正常作息是这样的。天哪，我也留死，大家都想露一手气泡，笑死。大家发弹幕不一定是要想跟我说些什么，可能只是想欣赏一下自己的气泡，是吧？这不是我正常自己。哎呀，睡觉呀，就是直播间各位其实也早点休息吧。我其实那么晚直播有点于心不忍，对大家。有气泡怎么会不漏？太花哨了，看不清得划拉着看的。但不是因为花哨才划拉着看的，是因为大家刷的蛮快的，所以我才划拉着看。哎呦，我哭死！纯正奶昔喵的弹幕是蓝色。刷好快是吧？好神奇、啊，感觉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。小可刚刚还是一直，刚好玩报复性熬夜，刚好玩应该报复性休息呀、啊，报复性熬夜算什么呢？报复性休息才对、啊。我哭死，你们别太爱我，我这个点直播你们还要陪伴我。对啊，平常直播不会这么快，你们不会都喜欢这个点才自这个点看直播吧？为什么大家这个点这么积极？就是我直播间各位致力于教会所有没有气泡的人学会画这个气泡，喜欢这个点，别把吃不消。对啊，我也是有点吃不消。好的，辛苦大家了。你们太爱我。看我说晚点直播撑到现在，天哪，我哭死。你们最近真的公演太多了，都补不过来了。对呀。多好呀，刷脸。大家多多看看我。五彩斑斓的显眼包，补不来档是吗？刚在看恋综，没想到那么晚才看到你直播，是不是都以为我要不直播？我都不直播了。VIP 什么 VIP？ 口袋还有 VIP 吗？今天就补了大鱼的 MC， 我自己还没补，我也想补，找时间吧，根本是顾不上。这种 VIP 口袋有，口袋还有 VIP 的，有的还有很多种 VIP 的，除了钱多一点 VIP 高一点。那它会标出来吗？就是说它是 VIP 的，我因为我这个我不知道，你问他们，你说你会标出来吗？你问他们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谁标出来是 VIP 啊。看前面有个小黄钻啊，这个就是 VIP 啊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阿拉斯啊，好快，刷的好快，刷的好快！阿姨，哎，你也太及时，那种紫色的也是。看公演清晰度还要微微啊，还得是咱们会，他是懂怎么赚钱的。啊 ，VIP 做必须要 VIP 才能接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哈哈，元宝老师至少有5000张图没里，一般用 B 站看，我也用 B 站看，
这场击毙，击毙，击毙。好吧，我现在精气神不足以支撑我喊出比较尖锐的击毙。好的，那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排练，最近是非常充实、非常忙碌的几天。谢谢牛奶方便面的荧光海，谢谢鱼鳞一起的荧光棒。最近这几天可能会更少的出现在房间，和就是翻拍可能也会慢一点 ，maybe 吧，我是这么一猜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具体会不会这么做，反正就是先跟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，接下来几天会很忙。大家，谢谢喵宝老师的荧光海，你们会演小品，好的，期待你们的小品，谢谢小韩的荧光海，谢谢，好的，好啊，所以大家就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爱我，爱你。啊，谢谢小可零点一，谢谢，对不起，就是刷的可能有点快，不是不说的，谢谢小可的零点一分。就是接下来这么忙碌的嘛，就是努力是为了就是展现的好一点给大家看，所以大家多期待吧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海，大家多期待吧，加油，小葵，加油，小葵，好的。谢谢大爱林光海，谢谢大爱。好，对哦，好，谢谢大家这么晚还陪我，晚安，谢谢塑料瓶的荧光海，谢谢塑料瓶荧光海，晚安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陌上英语的荧光海，谢谢，下不了一点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每声谢谢都是真心的，不是就是那个客套随张口就来的，要感受到我的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好，下播，晚安，拜拜。